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演示一下这款35电机如何和这个 YC101 对码，然后设置行程。首先电机上电，封停之后按一下第二键，就是按两下 P2 键，然后按一下我们的遥控器上键，它电机封屏，然后现在遥控器可以控制电机了。然后我们下设下行程，我们先用遥控器按键，我们先设下键的遥控器行程，首先按着这个键，然后走到它需要的位置。我们按暂停，按暂停之后我们按一下 P2 键，然后再按两下下键，下行程设好了，然后我们再设上行程，再这样上下行程我们就设好了。如果行程设的不对，我要删除行程怎么办呢？那电机在通电的一个状态下，我们按一下这个 P2 键，然后再按一下这个下键，再按一下 P2 键，电机封屏三次，它就又没行程了，我们又可以随意的去设置了。那如果我要删除这个遥控器控制这个电机的能力呢？那一样，我们按一下 P2 键，然后再按一下暂停键，再按一下 P2 键，这个遥控器就已经没办法控制电机了。好，可以了。